我们密切关注有关动向。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中导，将加剧军备竞赛势头，严重威胁地区国家安全，严重破坏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。中方对此坚决反对。亚太需要的是和平与繁荣，不是对抗与冲突。我们敦促美方停止这一危险的举动，停止制造地区紧张局势，同时正告日方务必谨慎行事，不要引狼入室，迎合美方，否则只会将自身推向险境。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和自身需要予以坚决有力应对，